上面找我了，找我谈话了。人家博主都在为自己家乡代言，你他妈天南海北的乱跑，跑什么东西？我说领导，我错了。那我要为家乡代言，那我5月1号到南通，我为南通代言，南通运河北岸陶跳跳集市，5月1号18:58盛大开业，我到现场，还有一个南京一盘戏也到现场，我们去两件。